本所同仁于九日晚间10至12时，在万寿山万寿桥拦检违规车辆，10点30分发现郭男骑乘机车负载他人，于后座男子未戴安全帽，予以拦查，进而发现郭男无照驾驶，一并举发。同日晚上10点59分，郭男再度骑车经过，原警发现再予拦查，告发无照驾驶。10点5分，郭男又骑乘机车3天，再予以拦查，并予以告发。告发结束后，郭男因不满连续遭到举发，而以不雅字眼侮辱本所原警，原警当场予以郭男依妨碍公务现行犯予以逮捕。警方对于郭男共开出3张无照驾驶、2张负载人未戴安全帽、1件负载人员未依规定等6张罚单。